百块拿上来以后，待会就把200块变不见，这样好不好？吴姐，吴姐，不要走啊，成交了。好，来，你上来，上来，没关系。很面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吴姐帮我站在这个位置，看我，看我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把这200块钞票变成一个10块钱。好，开玩笑的啦。仔细看，200块钞票只要像这样，先把它对折在一起。好，一瞬间呢，先把它对折，再对折，左手没有东西，右手没有东西，像这样，再对折一次。好，我只需要再对折最后一次，像这样。吹一口气之后呢，钞票就产生变化。哎，为什么变化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从原来的红色变成了蓝色，变成一张1000块钱的钞票。来，吴姐，哎呀，太漂亮了哈！哇，笑光了姐。好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今天表演呢，我相信接下来表演会更精彩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是。